下礼拜有新的关卡泪洒橄榄树下，那这一张卡的话是一个水人族 CD7 的时候可以发动，我们先不讲主动技实不实用，这个卡面也太香了吧。主动技是引爆所有冻结浮石以及火掉落水人族，两回合内火浮石掉落率降至零，反正就是进火掉水就对了。但是这边只有第一波引爆下来的才会掉水人，进火的话就只是掉水而已。再来它有一个无视燃烧敌技，太好了，看到这个就知道要刷了吧。目前人类有无视燃烧的只有火光暗，那现在水出现了，木我相信指日可待了，好不好？现在的盾真的都是各种 G8， 有那种什么无视燃烧、无视粘附的卡，记得都给它拿回来就对了。不过这张卡这么实用的话，我希望关卡是不要太难啦，让我们好刷一点嘛。总之我觉得这张卡就是有刷的必要，大家有什么看法都欢迎下方留言。感谢大家收看，我们下一部影片见，大家拜拜。